个洞洞。一个洞洞，那要怎么办？我们想办法啊！我有一个好办法哎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们可以用这个看看。哇塞，可以耶！对呀，嘿耶！这样子我们的球就不会跑到下面去了耶。还有一个。啊？这个跑不进去，因为那个很大。那个很大，对，这样子就100分了。嗯。来 ，give me five。来 ，give me five。那、啊、你的球呢？然后现在要。现在要再把娃娃放整齐，你这次要挑战哪一关？嗯、啊，要挑战哪一关呢？哦，皮卡丘要放在那里啊！哦，皮卡丘在那里，那邪恶大魔王，哇，邪恶大魔王在最前面，他的牙齿很尖很尖，哦。然后旁边是快龙，哎，这是小虎飞走了。我要用这个最好了。你要用哪一个呢？哇，邪恶大魔王也要排那里。这样子就好了。嗯，这样子这里没有位置了。是哦，而地上还有一只 Hello Kitty。啊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哦。妈妈，我要吃什么？哇！你要先吃吗？我要吃。嗯。你去坐下来吃。巧克力吐司。嗯。啊，你啊，喂。啊，你不是要丢快龙，怎么突然变成吃土吃大比赛？嗯，好了，先把它吃完再玩。好、哦。